果然，是我太冲动了吧？如果是你，还会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吗？我怎么这么蠢？谢谢你听我说话，给我建议。我确实应该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到教训。既然决定告别过去，就应该彻底划清界限，不该再动摇。哎，这种事又不是做菜，他怎么能一刀切呢？我昨天发的图真的不是我本意，那是不小心发出去的，是误传。没事啊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昨天我失意时冲动了，大概是最近经常碰面才会胡思乱想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去找我闺蜜玩。想把我赶出脑子，还想划清界限，想都别想。特别的漂亮，特别有自信，特别好，快让我再抱一下。可是你怎么都瘦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嗯，是的。你还跑下来接我？因为我太想你了。你倒好，来上海都不来约我，要不是我今天让来找我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。哎呀。